这三点开来，你也讲拍波啊？啊，我老长嘞，你叫啦，我怕暗长嘞。我做着一个，我着老长老，我你跟我讲出嘴，我不管谁，他拿一份菜单给我。我今天我来到家就拍波没吃，被你敷衍了，今天来吃敷衍的东西哦，对哦，啊，所以今天拿完就。热闹。